本分局17日晚间20点03分接获民众拨打108电话，指称于本辖台九线253.3公里处有一起交通事故，经民警到场查处，发现系一台自小客车于该处失控自撞路旁护栏，事故并波及另一台自小客车，造成两车驾驶均有受伤，经119救护车紧急送医检查，所幸仅有头部及手脚外伤，并无生命危险，两车驾驶均有合格驾照，无酒精反应，本案严谨一程序完成现场车位收证，肇事责任则有待专业检验单位分析。